网络上最近有一个投票活动，要从两岸三地选出最美的辣妈。目前是由怀孕七个月的大陆演员杨幂暂时夺冠，第二名是小 S。火红甜心杨幂年初宣布结婚，随即又公开怀孕喜讯，升格当妈，人气依然不减。怀孕七个月，还是经常自拍po文，脸蛋没胖，依旧美丽动人，在港中台三地最美辣妈排行榜中抢下1465票，暂时荣登冠军。生了三胎还保有魔鬼身材，小 S 敢露敢秀出场总是焦点。担任演唱会嘉宾，全身蕾丝半透明装，把所有天后都比下去，在票选中得到1338票，占据第二。演活宫廷剧《甄嬛》的孙俪，私底下是两个孩子的妈，怀孕期间还拍超美写真，身材纤细，气质脱俗，得到1087票，占据第三。大眼美女赵薇迈入38岁，浓浓贵妇风相较以前成熟许多，但美丽依旧，夺得694票，占据第四。即将临盆当妈的大 S 自拍素颜大肚照，模样依旧温柔可人，夺得487票，抢进前五名。辣妈排行榜竞争激烈，呈现拉锯战，就是因为明星辣妈产前产后都丝毫看不出怀孕痕迹。记者郑义翔、徐兆伟台北报道。